啊，排行榜有了，要不要讲一下？热血三国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讲到哪里了呀，其实，应该可以装备互换的。我可以带你去看都想做的上线。哎呀，到底要先练谁啦？哎，周旭我乱掉了，sorry，怎么办？乱掉要怎么讲啊？三十两小手术就停了吧？要不然就是先找，先讲图鉴啊。我牵着你的心，手，我的心跳，我的快乐一直。图鉴到底在哪里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办？诶，所以他最强的在上面啊？那我怎么讲啊？他也不能放大啊。那么这样好了啦，先把自己的我记得讲时间带上去了。自动都不给我哎，真爱的要新角色吧？不是说可以扫荡吗？不能扫荡？对，不是要抽吗？OK，我找到了。来，曹操，嘿嘿，我吹掉，我吹掉啊，看一下，今天中午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所以他是目前最好的吗？为什么排第一名啊？